连叫都不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，挑战100天训练零基础泰迪狗狗技能。今天啊是第9天了。今天我们训练太亮的项目是，哇、oh, no. ，没错，就是学狗叫。悠悠毛毛，今天呢我们学的是学狗叫，这个对你们来说的话，是不是应该很轻松啊？对不对？因为你俩本身就是狗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。悠悠，我们现在开始学狗叫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叫！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快叫！看到这个没有？想吃吧？想吃是吧？想吃先坐好。OK， 3、2、1，叫！呜呜！快叫！自己是只狗都不会叫了，平时让你不让你叫的时候，你非要叫。想不想吃？来。嗯，好香啊，想吃吗？想吃那你就叫，喔喔喔，不是你倒是握一下呀，啊，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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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不？你自己饲的狗还没有我叫的好。妈妈，想吃吗？想吃的话待会让你叫，你要叫啊，不要跟悠悠一样啊。妈妈到你了啊，来3、2、1，叫，喔。哎，你别走呀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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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次啊，3、2、1，叫，喔。叫呀，你倒是呀，你还是狗吧，你还算狗吧，连叫都不会了。毛毛，想不想不想吃？想吃你叫一声。那平时你跟悠悠两个人在笼子里使劲叫，现在让你们叫都不叫，啊？我太难了。你说你俩啊，平时把你俩，哎呀，真的是被你俩气死了。来，过来，毛毛，来，给你，来。好吧，今天的训练我们就到这里。他俩是再一次的让我失望，太尴尬了。希望他俩在以后训练当中尽量不要让我们失望太多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他俩的，请记得一定要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